把一个塑料瓶挤扁之后放在了真空箱当中，然后往外面排空气，能够看到本来挤扁的塑料瓶现在竟然鼓了起来，体积看起来比之前还要大，瓶当中充满了空气。老外就用塑料瓶做了一艘简易的小船，放在水面上还真的慢慢的飘了出去。那么如果把空的塑料瓶绑在身上，能不能飘在水面上呢？好奇的老外就准备实验一下，准备了一些小的塑料水瓶，全都绑在了自己的身上，进入水中之后确实飘在了水上。不管老外怎样在水面上折腾，并没有沉下去，哪怕几个人都压到了老外的身上，老外依旧能够飘在上面，只不过最后发现有许多瓶子里都已经灌满了水。接下来又换成了几个空的可乐瓶，这次选用的瓶子不仅非常的大，而且数量也很少，不知道这么几个瓶子能不能让老外飘在上面呢？老外慢慢的走到水边，直接就跳了下去，能够看到老外真的就飘在了水面上。由于身上的水瓶数量非常少，活动起来也是没有任何阻碍，在水面上游得越来越远，眼看就要回不来了，多亏了几个同伴把老外给捞了回来。像这种实验存在一定的危险性，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啊。